贵客从何而来？有何贵干？油画里面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我想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你不是想知道族长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们需要你帮张家一个忙，也是张启灵给你的一个任务。小哥你放心，我会完成你交代的事情，然后带你回家。其实这就是小哥留的钥匙，下面到底有什么？为了这么不好的预感，真正的恐惧还没有讲。其他人不许放开！小哥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